小宝贝们今天5天啦，看看一个个长得多大，这才5天的宝宝，哎呦，天哪，你怎么睁开眼睛啦？哎呦，哈哈，他居然睁开眼睛了，你在这想啥呢？发呆呢？这好像是小三福，小三福出生的时候最顺利了，他是直接带着包衣出来的，别的出来的时候包衣都破了，是特别是大福跟那个四福，还抢救了一下。哇，你5天你都睁眼睛啦，你好棒啊！哎呦，睁着眼睛睡呢吗？好可爱呀，团团，小团子啊。小团子依然不离不弃的守卫着他的岗位，天天除了吃饭和上猫砂，不离开一步。你是醒了还是没醒啊？不可能睁着睡觉，他肯定在想。他现在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，就是有点模糊，模模糊糊的有亮光。你是不是觉得突然有亮光了，不敢动呀？但是他又好像在睡觉，睁着眼睛睡觉呢。哟，胖虎啊，你来啦！上来看看宝宝吧，他吧，他吧，上来看看宝宝吧。你天天都是慵懒慵懒慵懒的，上来不？你要当爸爸啦！胖虎说：“别说这件事儿，一听当爸爸就烦。”哎呀，四喜，你在这撂蹶子呢？你也这开心？跑啥呢？这么开心，啥事儿啊？也不跟我分享分享。胖虎，上来看看娃不？不听娃还能上来？一听娃也不上来了。哎呦我天呐，你这一打哈欠，这大脸都弄到后面去了。胖虎最近又胖起来了。胖虎，上来不？胖虎啊。干啥呀？又找吃的来了？我这没吃的，你刚才给人家的月子饭都吃了。大宝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上这干啥去了？我一回头吓我一跳。这大宝太逗了。胖胖，给你商量半天你也不来，有啥看的？是不是？多宝宝又不宠你了。